羊毛。对，哦 okay、对啊，对，都是羊奶，都是很自然的，都是羊奶。那我们也会喜欢吃一个姜，就是这个姜呢，它可以吃完之后有。顺气，或者是你坐车头晕化痰，我们都会吃这个姜。头发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。假如说你漂漂亮亮，但头发超级毛躁，就很掉漆。那我这边呢，我就要推荐这一瓶，我觉得超级好用，只要省下6到7杯珍珠奶茶钱就可以。重点是它味道非常的香，我觉得女生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口上，用小小的钱就可以得到大大的美丽。